哎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我们都是出来巡护的，为了鸟类的安全。我叫刘广惠，土生土长的潮海人。我是1989年参加潮海观护工作的。我们现在的观护员有100多人，他们呢都是每天7点钟就起床了，8点钟进入潮海巡护。我们巡护的路程呢要走20多公里路，每天呢就是监测这些鸟类，向游客去宣传进入潮海不准捡鸟蛋，不准在潮海里面任意丢弃垃圾，还有向游客去宣传在我们潮海自然保护区禁止野外用火。我就是用相机把这些鸟类的图片记录下来呢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潮海的重要性，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潮海。九三学社组织啊，对潮海的综合治理，主要是在人才智力支持上提供帮助，特别是发挥九三学社人才密集的这个优势，对潮海的保护提出可行性的意见、建设性的意见，提供各级政府参考。